回答了我，菜。屌，我打唔到啊！赢不了了，强哥不用想，我没想过赢了。很多人他妈能发言，没办法。跳这么慢，我不信你不中一次。
以我为什么不大纳夫最后Thank you.
哎呀，我的，这样都打到。对，问号赢你也打了，没所谓了，对不对？打娱乐赛。打不过就打不过了。
他有个那一下不是雀访，我记错吗？没有。对啊，粉丝拍的不说话嘛，我屏蔽了，我进的那些不是粉丝拍的。我更亲近。挂着，无所谓啊。好久没有见到全国拉夫了。喂，真听假啊，丢真听假没有了，找这 AB。Yeah.
妈的！哎，什么鬼角色？篮球不好嘞，在意烧唔起啊！
啊，这是清泉清甲。咁閪冤枉，我怎么会 AB 的这一下？哎呀！
哎，排错了，没有看到他什么角色。已经掉渣了。在晕我呢，下中全天天讲。到期就好了，我追加。
就精彩来一波礼物支持一下嘛。忍了很久了他。打肥还他妈的。打得还可以都没礼物的，所以开来干嘛都不知道干嘛。不是屏蔽那些他妈的一堆人早就开骂了。哎，什么鬼角色。忍了很久了我知道他。快发波这个对决，打这对局
他们都全部都降了，没得打，抢都抢不了啊！这百合泽没出来，我真他妈醉了。尽管不中啊。
气性。觉得这一波打得不错，来波礼物支持一下。赢是赢不了的了，能拿几分是几分了。最讨厌这样的了。三问你找其他人去赢他吧，我是赢不了了，那怎样？赢不了就要跳楼吗？
百万人看的都一样啊，好啦，红丸怎么打？打不了红丸。气性啊，傻嗨耶，这有真不知道说什没啦，红丸没打。
几个？你妈啦！哇，点解差咁閪大嘅？打毛啊！看着都不想打。这路过去。先路过徐海，咁都双杀啊！办法啦，打不过。感谢远程粉丝团，谢谢远程粉丝团组织比赛。